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中央气象局在下午三点针对新北市、台北市、基隆市与宜兰县发布大雨特报，也同时针对18县市区发陆上强风特报。气象局表示，今晚至明天18日，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提醒民众注意。此外，受强烈东北风影响，台南以北、东半部、海兰屿、绿岛、恒春半岛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亦有9至11级强阵风，沿海并有较大风浪，也提醒从事海边活动的民众要注意安全。强风特报范围包含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宜兰县、桃园市、新竹县、新竹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花莲县、台东县、屏东县、澎湖县、连江县及金门县等18县市。